乜嘢叫做有排烂仔？佢哋元旦日夜晚十分钟内示范两次俾你睇啊！甜筒男被屈袭警，有排烂仔狂轰市民。你搞嘢？这边厢民阵大游行腰斩，那边厢尖沙咀广东道重兵驻守，周围截查后生仔都不得止。不知道是不是连食个甜筒都是持有攻击性武器呢？喂，跟住，走，跟住。甜筒男被五个防暴禁埋墙，绿灯啊绿灯啊！呢位 Green Object 唔止脚抽筋添啊，仲出晒口述挑衅。刚才有名警员就用相当粗俗的粗口啦，嚟闹呢一位嘅事。我行出马了，拉到袭警。我睇过你啊！咁样被屈袭警，最终行过嘅甜筒男被捕。影到噶，影到噶。我而家就，你叫我过嚟咯。唔好撞住晒。而家连讲句嘢都冇自由噶啦。你搞我做咩啫？你阻掂我？冷静啫！通常最唔冷静嘅人就会叫人冷静。你阻掂我？我嘅冷静啊！我啱啱有咩讲过嘢？有人拍紧片。影住啊！都影咯。影咗啦，影咗啦，咁又点咯？影咯，你影又点啊？冇收想同你讲一翻，影咗又点？我哋咪出 live 同动新闻，睇下你哋几咁失控咯。唔好意思，根据公安条例，即系话广东话唔系打法。小声，警员咧就催住啲市民嚟照佢只眼。广东话唔系打法。咁又点啊？因为你系执法噶嘛。咁又点啊？系啦，你咪执法。就话咯，执法，我执法。你咪又过嚟啊？你唔好讲嘢啦，把声又沙又错。你讲咗点啊？咪就系咯，把声又沙，情绪又失控。呢位防暴警，不如翻屋企唞唞先啦。